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份工作，然后这个是酒店的接待工作，然后它的主要的工作内容可能就会有很多的外国人来日本旅游，需要我们一些翻译上的帮助。然后的话，它的月给是20到23万，然后周休2天，最近的站是在机缘站，它要求我们会日常的英语会日语会话。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份新的工作，这个是酒店接待。然后的话，因为酒店可能会来的外国游客比较多，需要我们做一些翻译的工作。然后他的月给的话是在20到23万。然后周休2天，要求有日常会话的日语能力。然后它的话是位于茨城县，东京站到那个最近的机缘站大概需要1小时50分。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来看一下，了解一下。然后我们公司每天都会举行说明会，12点开始。然后的话会有50到100家的那个企业的案例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来参加的话，拿到了我们的那个面试预约券的话，3点钟可以开始面试，有兴趣可以过来看一下。